防护服挑战，贾玲帮花花换衣服，超兴奋。花花，因为没有粉丝，我帮花花穿衣服了。花花开发衣架新用途，携手贾玲打造新时尚。哎，听诊器，这是花的巧思了。这个听诊器也没用。如果你后背痒怎么办？可以用这个来抓痒。我的天，可以敲一敲腿。本能挑战神秘语言，脑洞大开，自创词根。我根据猕猴桃那个词根，我听明白那大。张新成爆料吴倩缺点，自曝青梅竹马。今天想点个谁？当然点吴倩了，你懂的对吧？我小时候就认识。哎，那么早吗？对啊，你不知道我们青梅竹马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天昊，又和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王牌的节目嘉宾在现场的精彩表现吧。这一轮是有关主的，有请本官关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高佳琪医生。欢迎高医生。哦，这么年轻。年轻。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请坐。晚上好。你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院的，我姓高。我们医院呢，主要是以这个微创技术为代表。那么，这次在疫情当中呢，我们也代表浙江省，代表浙江大学，向这个疫情的第一线呢，派遣了很多的医疗队员。那么他们也很辛苦。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也向我们医院这个。抗疫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跟全国的医疗同道们问个好，你们辛苦了，你们真的是很辛苦的，你们坚守大本营也是辛苦。哎，我们坚守大本营那也是应该的。这个人手抽掉了，你们需要接诊的这个数量，我们也有医生派去做那个发热门诊啊，去治那个监护室啊，都有。我们您很年轻啊，已经是主任了。啊，我是主治，不是主任。主治医生，啊，就给他升官了，你就。谢谢贾玲姐。上过医院是吧？身体是真好啊！我这个听到说我是主任医生了，我都特别开心。你主任在看哪？啊，对对对。职称是对我们一个技术的考量，一个考证，对医生一个能力的验证，就像我们今天这一关一样啊，就是我们医能大考验。考点什么呢？咱们？今天我们考这个穿脱防护服。来来来，一对一，请准备啊！一对一，请准备。花花今天没有粉丝，我帮花花穿衣服了。谁说没有花花粉丝？在哪儿呢？在这儿站着呢。啊，小头。哥的粉丝也不在。我来捧哥吧。所有人啊，接下来高医生要开始发口令了。好，每队的时间是5分钟，一对一的来穿，最终由高医生来判定谁的准确率更高些。开始，开始了，五分钟计时开始了，赶紧穿。先戴护目镜吧，别管了，先穿衣服啊。医生来这儿，高医生来这儿，没事，可以到这儿来看。把头发这样勒住，免得掉脱落。头上是感觉腾哥要去参加那个抢雨伞的游戏啊。先穿白的，先穿鞋再套。对，再套鞋。哎，我们跟他们就不一样了呗。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哎呦喂！现在的小孩，不着急，一会儿破了，保证他的安全和卫生。15秒，怎么有个这个模不用拿了，没有圈，要带这个是吧？没有任何圈。10、9没有八，这个其实不用。7真的不用。6我已经写了。5、4可以。3、2、1好，都停手。停手。停手啊！来，我们请这个4位模特往中间站。
这样啊，来来来，总体先说一下，对对对对，来总体讲一下啊，总体点名一个字就是乱，就是乱，就是按照我们严格的医学标准，医学生的培训标准，在座这各位肯定都是不及格了。没有这样穿的，及格都没有。你也不会演小品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演小品？你也不会唱歌啊？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先从杨迪这边开始啊。我们杨迪穿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啊，但是腰间别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力气大侠。风扇可能是为了那个有的时候热的时候啊，他这风扇是给病人的，万一他热，到底是给热了啊？那病人是最重要是病人，对，他就是在是我。但是这个容易引起交叉感染啊，这个要交叉感染，就是我们往往有很多时候都会好心办坏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从你的腰间取下来。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防护服穿的从头到脚啊，这个脚套也套了啊，基本上都这个手套也戴了，但是呢手套呢少戴了一层，它里面一层穿了之后，外面这层是用来隔绝水的，就是防水的。那么也需要戴手套，否则呢你在脱外层的防护服的时候，内层就被污染了。您是说这外面这一层也要？对，也要。这里头，哎，对，说我们底层目前身上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东西。对，哇哦，少了一副手套啊。对，就少了一副手套。我们检讨，对，这个是多余的。我们自我检讨。我里面带了那个发网，没事吧？我觉得发网这个东西呢不可取。其实一个呢就是说发网戴上去之后呢，你的头发还是在的。哦，对对对，你外面的这个飞沫也好，那些病菌也好，还会通过你这个空气啊进到你的头发，停留在你的头发上。懂了。所以说呢就是这样，所以呢还是会造成污染。赶紧评判他们那一组吧，整个罩子，整个罩子。腾哥，说说这位，眼镜就戴了七八十来副。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很多余的一些地方。这个人，点评一下。人没有多余啊，但是这个是多余的。鼻夹不要。对，我也不知道腾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要夹一个鼻夹。我是什么呢？我是这个。还有，我看的真是怕，我看的真是挺热的，真挺热的，还摘下来，哎，出汗了。这个真挺热的。我是什么呢？我是没告诉父母，自己就上一线了。啊，我第一怕他们认出来我，我第二我是怕，我是看他们，我这给自己保护的很好，让他们放心。真认不出来，很像一个相扑。你。腾哥这个心态就是我们疫情刚起来的时候的大部分人的心态，过度防护，就根本没必要这样子，而且这些用的东西也没用，而是反倒这个浴帽的跟我们这个防护帽的还能够起点效果。那我们花花呢？我们花花怎么样？我们花花好可爱。放心。但是我们花花也是一样，就是带的东西太多。包括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听诊器，这个是花的巧思了。这个听诊器也没用。如果你后背痒怎么办？可以用这个来抓痒。我的天！可以敲一敲腿，敲敲背酸的时候，因为工作太紧。我没看到衣架。你这是给领导展示你有多辛苦是吧？说，别人不累。花花为什么选择水壶？为什么？说说原因。这就是我的时尚。一般穿这样的防护服都会去重症病房。对对对，重症病房很多病人他也没办法喝水啊。包括确实我们医护人员在这次疫情当中他也很辛苦，包括大家也体验了一把这个防护服穿在身上。其实我刚才就是想体会一下。对对，很难受。我们有很多医护人员他需要穿着这个衣服坚持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有一个疑问一直想问，我们的防护服出去都怎么脱呢？比如说我们是先消一遍毒，然后这个还可以反复使用，就是这样的吧，别人就给脱了吧。应该有些它传染性不是很强的，不是烈性的传染病，那我就刚刚讲到了，我们穿的是隔离衣，它是可以反复用的啊。那这个过程呢就是靠自己来完成。那么像我们这次的这个肺炎，它因为是一个比较烈性的传染病，那么我们在脱防护服的时候呢还是很有讲究的，你叫别人来给你脱也会增加对方的感染风险，还是需要自己来啊，还是需要自己来。所以说完成这份职业确实也有很大的辛苦，也有很大的风险。像我们这个行业跟病人的关系其实是战友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子。我平时就是最喜欢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相互理解了才能够帮助你战胜病魔。就通过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有
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无论是手忙脚乱也好，像腾哥你看就稍微带了一下脸上的印子到现在都还在，你想六个小时，对，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他怎么带下来？这个就像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样，就习以为常之后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特别拿出来称道的。是医者仁心哈，要求不高，只是尊重尊重我们职业就好。谢谢你。我现在来到了贾玲老师和沈腾老师的房间中间啊。我在想，我到底是去这儿呢，还是去这儿呢？来这儿，去这儿，到底去哪儿？沈腾老师那边。进来。沈腾老师好。Hello。我是请回答王牌的主持人魏天浩。Hello。请回答王牌的观众们，大家好。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您发的那个小视频什么的，然后有一个你说一个奇奇怪怪的声音，猕猴桃，新妹们，猕猴桃。啊，我们今天找了几个比较那个也是奇奇怪怪的这种声音，然后你来猜一下，他说的是什么水果，或什么东西，什么食物。听哪一句啊？荔枝，荔枝，荔枝。哎，哇，沈腾老师你太厉害了！真的是吧？真的是。我根据猕猴桃那个词根。可是他这个，我反正是一开始没听见。荔枝，荔枝，荔枝，荔枝。这费嗓子的，那来第二个。油炸鸡米花。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是，这么冷门的东西，你都能猜得出来，太棒了。那下一个，下一个来。好害怕呀，这个云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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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直接去还是土皮呀？不激烈豆花吗？新梅们，我好害怕呀，这个云梯云梯云梯，再来一遍豆花吗？新梅们，我好害怕呀，这个云梯云梯云梯灵芝，不是灵灵角，灵角我们北方有，北方好像不太见得到这种水果，然后从中间切开像一个星星五角星一样。好了，那你是什么？啊，羊毛。那这是，那这。好，下一个。徐熙，英文是 Britney。他这个是，我再听一下。这个就日常生活。徐熙，英文是 Britney。雪梨吗？就是我们常吃的。我怎么再听听看啊？徐熙，英文是 Britney。我听 Grunge， 后面两个音比较像。banana， banana， 还有最后一个。大洋绿，这个是的。我听明白那大。行吧，然后沈腾老师今天录制也辛苦了，我们游戏玩完了，然后您休息一会儿，赶紧走吧，别这么勉强了。在节目后台，主持人魏天浩还遇到了他的好朋友张新成，好友相聚，可是爆出了不少猛料呀。可以更改进的地方，不是改进，叫更优秀。请回答王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天浩，来。我想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不是主持人，我是演员张新成。啊，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今天节目主持人啊，对，大家对张新成都比较熟悉了，可能对编程，李宇冰，可能对李宇冰不是很熟啊，但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剧。盲目也懂。啊，没事。熟悉透了。
喜欢。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剧《冰糖炖雪梨》，对，就是青春爱情，对，然后竞技热血，大家多多关注。主要是竞技啊，然后还有什么酸酸甜甜的爱情？哦，酸酸甜甜，对，酸酸甜甜就是我。之前合作那么多女艺人，觉得今天想点个谁？当然点吴倩了，是，你懂的对吧？我感觉我比你懂。就是你知道他的本质是吗？对。但是我比他认比你认识他更早，我小学就认识。嗯。哎，那么早吗？对啊。你不知道我们青梅竹马吗？开玩笑，吴倩呢？我觉得跟唐雪比较像，对不对？啊，对，就他本人，他们俩之间很像，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率。嗯。但是呢，可能唯一的缺点，我之前可能也说过，是吗？就是吴倩比唐雪胆小。哦。是不是？你看唐雪什么都不怕。我觉得吧，唐雪哪都好。唐姐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女神，是吧？嗯，我告诉你，你既然对她有意见，你就别跟我争了呗。我对她没有意见啊，我只是觉得她还有一些可以更改进的地方，不是改进，叫更优秀，我就体现了一些对改进方案。哎，不是改进，就是叫什么？哎，让她更完美啊。那你刚才说就是吴倩其实跟唐雪其实有一些接近点啊。对，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就是有没有反差？对，我觉得李宇冰跟张艺成主要反差是，张艺成平时不做妆发，但是李宇冰拍戏的时候都要做妆发。有道理，有道理。昨天晚上见你的时候就没做妆发。对，昨天晚上头发还比较长，今天就改头换面了。是 ，Tony 老师已经帮我打扮完了。Tony 老师都没有帮我弄，很帅，很帅。其实我今天是来给你玩游戏的，就是有一些考验啊，玩游戏来的。就是我会给你看一些表情包，嗯，表情图片，然后你来感受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准确的回答出来的话，就证明通关了。啊，表情包其实挺简单的。嗯，哎，城市，城市很浪。哎，你看，这个是哪个城市？这是浪花加南瓜。对，所以它是哪里？苍南。我不知道有什么。看来你这是想输啊？不，等，浪。浪鬼，浪这是浪，这除了是浪还是这不万圣节？哪里有浪？波？哪里有浪？哪里有浪？哪儿都可以浪，不是哪里有这种浪？哪里这海？哎，这是啥？哦，海南。你看，哎哎，啊，这是柠檬菠萝。对，是啥呀？就是酸酸。这都说出来了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不要。哦，宁波。哦，对。下一个啊。好难啊，这个！哎呀，这不行，这都写着呢。我发现，这啥呀？海螺。嗯。小螺号滴滴滴水。罗阳。等会儿，罗阳是个调吗？是你那个声调错了。洛阳。哎。对。啊，电影，这是电影啊，电影。电影。哦，所以前面那是一个项目。是。就是这一切都是城市。对呀，都表达不清楚。啊，早说呀！嗨。么么哒，对，这是什么？这是东东墙。你看，这是呆，呆呆拳，脸红了，对，羞羞的铁拳，哎，太厉害了！完了，这个惩罚看来惩罚不到我呀。对，还没有错。这啥？爱情呼叫转移？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手机是可以用来干啥的？打电话。接电话，发短信，刷微博，看冰糖炖雪梨，追剧。哎，对，哎，凑了也没关系了，对不对？哎，不对，不是冰糖炖雪梨，不是什么？对，音浪太强。哎，这不是个电影名，这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耳朵听来干嘛的？听，哎，海哭的声，听风。哎，对。等会儿，录音，进了。窃听风云，哎，棒！哎呀，有我在，不会让你输的。可以，来啊，成语，我在哈。这个全心全意，太简单了。鸡飞狗跳，你这个烟没有啊？女王，完了，我输了。对吧？那咱俩一起猜吧，这个。烟女王耳朵眼睛，烟。烟，啊，这个是个人，这是什么人 ？Queen， 你管他是啥人，反正是个人。是啥人？烟啊，耳眼。咱先从后边说吧。
我其实真不记得啊。这耳眼，耳看，耳目嘛，听，耳目，耳濡目还不对，耳目，眼人耳目是吧？应该是，对，肯定对了，肯定对了，绝对对了，眼人耳目，对，这个我记得。想想啊，这个是望眼欲穿，对吧？望眼欲米吗？船吗？望眼欲穿，对，肯定是对的。哎，我真太厉害了，怎么办？人名啊，人名，李，这不李宇冰吗？但为什么这个是冰呢？什么叫李宇冰了？李真的是还没出戏呢吗？这不是、啊、李宇吗？这啥呀、啊？我其实昨天给我看的时候，我也第一，这是李猜的也是李宇冰，但这个嘴不太合适。李宇除了冰还能是什么？还有叫李宇的人？李宇亲，李宇稳。李宇什么？唱歌的歌手。啊，李宇春啊，对，李宇春，对。这个一选题比较简单。这我猜不出来呀、啊，这啥字典？这。舒淇，谢霆锋。哎，没了。哎，惩罚不到我了，太好了。对你没有惩罚了。哎呀，主要是你太靠谱了，好搭档，太厉害了。那咱俩一起猜吧，这个。嗯，耳濡目染，不对，耳目，掩人耳目，是吧？就是怎么着都得惩罚我，那行吧，行吧，没事，反正你惩罚我，我能接受，来吧。可以耍帅啊，耍帅也行吧？意思啊，就平常就已经够帅了。不是耍帅，确实对我来说是惩罚，因为耍帅很容易背上油腻的骂名。啊，那搞笑呢？搞笑我擅长。嗯，那你搞笑的表情包。我先构思一下、啊，想想啊，那个我做那个害羞的表情吧，啊，可是满脸红扑扑，然后，来，够不够害羞？够、啊，可以了，够了。好，那个天浩采访李宇冰的环节，采访张一成的环节到此结束。然后呢，你可能还有别的活。然后我现在去补个妆。行，那你先去忙，我去补妆了。好了，啊，再见，我们下次见，我们戏里见。好。贾乃亮亲情演绎刘老根。刘老根，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柳岩在线获奖现场感言。我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谭吉演戏有自己的独家见解。好的演员其实他是有性格缺陷的，很多人。花花也有精彩表现。花晨宇，我地名城市是吗？山东，对吧？山东。